分享一下过去一年里团队没公开的小秘密。团队秘密好像都不是秘密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感觉都公开了，都公开，都公开。对呀、啊，都公开，我们没有什么，并没什么要求。被逮了。你们第一个 QQ 名字是什么？第一个 QQ 名字，我叫米奇，很喜欢米老鼠。我当时叫小太阳。哦，我用 QQ 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我好像算是比较落后一点的那种感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没有偷过菜吗？还有红土地、黑土地，还会养，还可以养狗。我、哦、没有。这是啥？就是 QQ 那个农场啊。我知道 QQ 农场，但是它那个土地可以土地，它那个土地可以翻新成红土地、黑土地，就是那个越那个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收菜什么的。我当时在玩洛克王国。啊，洛克王国我也玩。团队里谁打游戏特别菜？没感觉对方菜，就是不想迁就一下。反正大家都有擅长的那个啊，有擅长位置。他喜欢玩打野啊，就是那种短手型的英雄多一些。你手短短。对，然后段星星玩射手，就我感觉他擅长的游戏特别多。好几次带我玩其他不同的游戏，就我一般就可能就。但你不用替他圆场子，他是擅长很多，但是就是一个又菜又爱玩的。啊，是吗？